神奇原始力速族，徒手猎风不怕蛰，还拿他们当探子赚外快。哦，手上都爬满了蜜蜂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这个亮晶晶的、透亮的，就是蜂蜜。几万块钱一斤。石林绝壁龙湾村，黄河水都得逆流而上，他们却只用羊皮筏子轻松翻越22道大龙湾。这个晃晃悠悠的感觉很好。还是挺神奇的。古代悬崖盖公路，只用33个孔打造绝壁古栈道。这个栈道孔它的直径有30公分，每个孔之间都是1米。未来娱乐台《中国编程大探险》，原始绝活大公开。